所以我这里还可以用吗？不知道。进动画。无形的墙，还是说什么东西？被拉文踢开来了。拉文真的是很傲娇，什么话都没讲，直接踹我。逃脱离拉文的，先给他吃颗陨石，让他安分点。啊，你的小费拿了，那我先走了，拜拜。顺利的逃离，他追不上我，我刚才加点了速度了。直直落，顺利的逃离了。哇，速度这么快，我看全速哎，好像不能进到那里面去了。我觉得拉文技能比我还多啊。哦，好痛，好痛。好像有点烦啊！目前看到他的技能好像只有这一招跟刚丢那个蓝色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两招，目前我看过的。哦，第三招那是什么东西？超痛那个，我现在半血了，有妨碍我，我还剩2000呢，2200，把一死。的距离，好，再一次顺利脱离他了，别死缠我不放啊！真的，那个柱子真的很像骨头哎，有点像脊椎龙骨的那种感觉。快没能量了，我也快没血了。哎呦！四发，我怎么闪呢、啊？我痛，我痛，痛！全吃啊！照单全收，我真的要掰，赶快升个血量。Nice， 我满血啦！再打、啊，他又在丢了，不知道丢什么东西。是怎么闪啊？好难闪哦！啊，拉我好烦哦，紧追的不放。还来？好啊，最后一次了，直接赏他一发。好、哦，再次给你小费，不要再烦我了，只剩700多公尺。好像没有追来了 ，OK 了。我这真的好高啊，下来不知道几千万公尺。用6来，太快了吧他。就只差一点了，不要再追了。我成功了，耶、yeah, ，成功！
能接受的呀。需要就买血。老杜的 plans， 买水 plan。跑来了老师，阿拉修修。变数音色 love line。No one undo we。跑来了哥啊，今天我杜突然里比马恩萨夫。哎，小孩子，小屁孩，还两只，这什么地方啊？有点吊诡，感觉有点像，不知道什么东西，类似古代遗迹吗？小孩子想要建设这些东西啊？哇，一群小孩子哎！全部都小孩子，感觉他像是国王，好凶啊！发笑，我出不去啊！叫大姐姐才对吧？嗯，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在下面呢。哦，蓝发小萝莉，欸，这不是我在讲，真的有点像某个 N 开头的，有点蓝绿头发的，有点真的很像啊，只差不是绿眼睛呢，欸，也还是绿眼睛啊，哇，这有点。超像的 ，N 开头的那个，所以我现在怎么出去？我被关在这里啊！我要凶暴一点，把这踢烂。哎，好像有用。哦，哦有啊，有有有，是哦 ，Nice， 这么大声，旁边那看守女的是没感觉吗？我还顺利的逃出来了，他睡着了，毫不给力的队友，叫你看守你就睡觉，哎，小朋友啊，还太嫩了，达斯提在哪？因为没有达斯提，我只一般人，没办法使用能力啊。我现在往哪边走？往上面走是吧？要注意不被发现了。好，没人。所以我们现在往上面去看一看。好，没人。我想要去吃那个，欸。如果我这边没有能量掉下去，不知道会怎样，可能就真的摔下去。赶紧找回大尸体啊！也没有小孩子，小屁孩想抓到我，太嫩了。宿舍来，这到底是哪边啊？重力风暴的下面吗？整个场景红红的，有点吊诡啊。在那边有一个小孩子，等他再回来的时候，我再赶过去了。好，就趁现在。刚刚刚他要来了，还要再往上啊？地方到底？到了没啊？哦，到了。
被发现，看守的少女，为什么被他发现？他用跑的，难怪这小孩子啊，来回用跑的，有点可爱。什么？不要。我结果躲东躲西藏，最后你还是正大光明走路啊，搞毛啊！嗯，你知道你闯大祸了。好大一只啊！看来就是要跟他打，打死铁也来了。所以打死铁，你刚到底躲哪边去了？神猛的一击！这边奈币也太多只了吧，小小只的那一种章鱼形态的打我都有点痛了。章鱼，章鱼烧，照烧，好痛！太多只了，而且这边路障有点多啊。有点像龙哎、欸，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再给它吃陨石，比较快一点。还没挂，有了有，全部解决了。还有，哇，那边也有奈币啊！小孩子，你们都不帮忙打的。哇！我被毕卡索，还有，哇！他自己会伸出来，什么鬼啊？谁偷袭我？竟然躲在上面，好样的！看我上去踹踹你！哎呀，试坐。我一直觉得那有点像某个东西、啊，就有点像马里奥里面的花，只是颜色不一样，被喷火焰的。不要一直乱跑好不好？令人头疼呢、欸。这么东西太多了，真的不好踹。这有点像什么生物啊？有点像大象，有点像青蛙的。直接用这个砸他，还有谁敢过来砸烂他？应该没吧？还有，这屁股怪有够硬啊！小狗也在叫。
不完啊，超多只。我来救你啊，小女孩，小女孩在哪？小女孩，不要乱跑吧，乖乖给我踢。哎，哎，怎么这样？他有时候很不科学的，就是给我闪掉。啊，有了有了，我觉得我攻击力比较要再提升一下，要每次都可以踢一次可以解决的，每次都要踢两三次。啊，这个木板好碍事啊！木板救了他一命，小章鱼。喂，好烦啊，这个场地。啊，太好了，我也终于打完了。太多只了，原来他们都是巴士失踪，巴士掉下来的小孩子们。我现在呢，先把这个地区的设施都全部启动一下，所以意思就是说我要丢石头下去。这看起来有点像缆车的东西。哎，好奇怪，这个地方真的不太好飞啊，小东西太多。先，哎，刚才讲过话，我刚以为是这边会有那个地下水管，这边也不太可能有地下水管，有了就太奇怪了。去找那边的人讲话一下。哦，是那个蓝发小妹妹，还是绿发？好像是绿发。方舟。好，我们现在走主线，找这个孩子王之前，先看一下什么可以升级的。要不要升级大招呢？升级感觉会比较久一点，那就升级吧。好了，那跟他聊天吧。
哎呀，那逼叫老大来了！失落的族群，看来我要安顿一阵子对付他了。这个家伙感觉不好对付啊！一定要对他那个弱点伤害，但是我现在找不到他弱点了。这要长超大只的，哎，飞得好快啊！哦，看到看到，哦，因为他那个会缩进去哦，那直接吃我大招吧，效果卓越，超爽的！哎，他自己会缩起来，有个聪明的怪，那我就跟着他好了，等他那个出来就打他一下，好难追啊！看他速度很猛很慢，但是他可能身体大势的关系吧。移动起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慢。家伙超硬的，有了，效果卓越，效果卓越，成功了，被打回家喽，还没死，哦，拉文来了，还是要一起联手才打得赢呢。麻烦的 boss， 哇，他要破坏时光，现在对他没有伤害，哦，要引他过去啊，好的，那我们过去吧。好多刺猬啊，好，到了。哇，感觉超痛的，一击就有效果卓越了。哎，又复活，这只好麻烦。哦，伤药好痛哦。不错不错，看来就是打一下，然后引怪一下，可能是这个节奏。吃我陨石吧，是吧？可恶，他那都没长出来，所以没有攻击他。哇！别跑！哎，出来出来出来，看到，踢一下就好。有有有，好好，又可以引怪了，太完美了。
啊，再经过我来来回回的几次之后，终于成功了，感动，但是他还没死，只把赶走而已。